第十个来，丽丽帮我念一下来。行吧，行吗？是。中文。行吧，嗯。担心。好，那担心你怎么说？あなた嗯。を、あなたを心配します。是的，那这个讲法可以。那我们刚才不是有讨论说，日本人的讲法会变成 “kodo”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那担是心你的是，事可不可以？怎么说？あなたのことを心配します。そうです。あなたのことを心配します。这样 OK 吗？我会担心你，OK 吗？好，那我如果把它改成这样，注意看哦。あなたのことを什么意思？一直很担心他的事情。对，再来看一个哦，注意看哦。你这样就会懂说两个到底差在哪边，就懂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来，上面这什么意思？只担心一下下，没有担心，没有担心没啦。有啊，这是未来事啊，他还没担心啊。怎么翻？我担心不要念日的文，不要是，念日文，你重点放在 must 就好了。记得 must 什么意思吗？要会，所我会以，担心你的所以事，你有担心吗？还没开对始。对对对对，我会担心是还没担心，OK 吗？那下面这个呢？我一直很担心我你的很事担情，心，你的事情。我很担心你，OK 吗？我会担心你，你的中文造应该够好吧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。外环肉里啦，我会担心你啦，担心了吗？还还没没。哦，我很担心你，担心了吗？担心了。对，就这样子而已，这样 OK 吗？好。真的很难吗？好难哦。没有，讲心里话，真的很难吗？不难。好，那我先跟Lily 说，你会有个现象，什么现象？等下完课之后，你就全都不会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对，那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很简对。单哈，很简单哈。再看一次，这样你就会了。还记得我给你的读书原则吗？笔记不要跟题目放在一起，笔记拿走开，中文拿掉，看全日文你就懂了。好。私はあなたのことを心配します。什么意思？我会担心你。そうです。私はあなたのことを心配しています。我很担这心你。样懂意思了吗？OK，好。我很担心莉莉的钱哦，不会花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要帮你谢花，谢所以我是哪一种担心？是 します 还是 しています？上面那一不个是，我很担心你钱不会用，我很担心你钱不用，哪一种？下面那一个啊，你懂意思啊？你知道我很担心的事情就很多余，我知道。但是为了避免这件事情，还是把你钱放我这边，我帮你花掉，就不用担心了。好的，这样概念我可不了可以？解了。这样概念可以理解了哈？OK，可以了哈。可以。对啊，对了，那个丽丽上次啊，其实我想到一件事情，应该请你帮我做才对。那个丽丽，我最近的频道不是开始有一些人进来开始订阅，对不我对？说，对对对。哈，这个啊是我请那些同学们帮我拍的照片。这个是我叔在这个公园，这是哪里的公园？其实我不是很清楚。对，上次有同学要去旅行嘛，然后就带着老师的书去对，翻。去旅行，Hello Day 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然后这有。个是中华童军会馆哦，其实在哪里我不是很清楚哦。这个在哪里你知道吗？这个在日本吧？对，在日本哦，我的书出现在日本哦。那台中大圆板嘛，对不对？科技大学嘛，哈，这是台中，有没有？东对，中高台中，中有没有？哈，台中哈，好，台北，
所以北中南都有我的学生了，北中南。不是连那个加拿大都来了吗？对对对对，连台东也征服了，你看台东有没有看到？嗯，可以哈。想想说你的、你的可以做全省的旅游了。对，那你的欧洲有没有想说你下次再去一次，再帮我书拿去阿尔卑斯这样拍一下好不好？嗯、哦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过两天会有那个自由女神像的照片过来。哇！如果没有我没有预计错掉，还有一个中东油田的。啊、哦，真的啊、哦，好哦。中东油田的，我跟他说你要去做，他因为。他那个学生他是台湾人，然后在香港工作，这几天飞到日本去，又要飞到中东。我说你书要带着哦，干嘛？去中东帮我拍一张照片回来。嗯。然后我之后要做第二，这是我第一阶段。我第二阶段要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猜猜看，这些照片我还有第二阶段的目的，什么目的你知道吗？拼起来。啊？把它拼像拼图一样拼起来，什么意思？再讲清楚一点。就是像不是有的人，就是会拿偶像的所有的照片通通拼起来，拼成一幅画。哦，这个我没有艺术感这么好，我比较脚踏实地型的。我要去这些地点，把我人也拍进去。哦，好哦。我比较脚踏实地型的。所以加拿大、新加坡有了，然后还有那个哪里，纽约，然后再来是中东，英国也有了，英国还没有请他帮我拍，对我之后要去这些地方上课哦。好，我明年再帮你增加。你要明年了。嗯。我说真的，之后我上课方式我就跑到这种地方去上课哦，这真的哦，比如书在台中，对不对？这个地点对不对？我在这边就拍一张，我来喽。好的。对，我想要做这样一个记录啦 ，OK 啦哈。题外话 ，OK， 好，这样可以看得懂吗？对不对？嗯，可以哈。好 ，OK， 谢谢你，好，来。